对啊，感觉风很大的时候建筑物会晃。赞哦。门都是魔杖是吗？好热。还有衣服。巧克力蛙耶，对，哎，可是它价钱在哪？15块。这里的魔杖要42块。明信片，明信片1块，都是一样的颜色。哦，好有 feel 哦。身为雷文克劳的学生，应该要买一下雷文克劳的纪念品吧。重重的皮的哎，那边有帽子、杯子，好大、啊！《哈利波特》New York， 但我真的不能再买杯子了。看一下价钱，18块。这里怎么有罐子啊？这个才15块，这个比较重一点点。
好奇它水壶多少钱，蛮大的。这个是25块，视力不好。棋子是15块。为什么史莱哲林有 postcard， 雷文克劳没有？这个才1块而已耶。125块可以买，可以拿一个马克杯。我觉得格莱芬多的好漂亮，颜色好好看。这是4块钱的磁铁吗？为什么在我雷文克劳没有看到 postcard 呢？我刚刚是不是眼馋？买二送一耶，狮子好可爱哦！但我完全不是格莱芬多，这包包真的好可爱。这个是，哎，这两个差在哪里？Crossbody 跟 backpack 啊、哦，所以这个是 backpack 吗？对，那 crossbody 是什么？这看起来都像 backpack 啊，什么意思？这个好好看啊、哦！为什么格莱芬多这么好看？想看一下，这个可以拿，不行。哦，10块钱可以客制化，太好了吧！是额外付10块吧？史莱哲林，我其实还蛮喜欢史莱哲林的。很漂亮，这个12块，蛮精致的校徽。哎，在哪里？在这。15块，这个是什么夹子？法箍，8块，这法圈，这里有手套哎，看一下帽子。刚好像没有注意到雷文克劳的，毛衣感觉蛮有 feel 的。
月台包包，看一下价钱，这个是80块。8块。8块，金属的12块，果然是材质问题。12块。这好像都磁铁。我现在才看到上面有一只巧克力蛙，超大只。Wow. Nail Pijo 的杯子，一杯7块。看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哦，有吊饰啊。吊饰是多少？18块。还有上面的也是18块。很多糖果20块。巧克力蛙，这是青蛙形状，12块。这也是巧克力蛙。OK， 刚刚影片自动断掉。这是羽毛笔耶，漂亮啊！它一支是4块、6块、5块，是什么意思？哦，它上面还有比较大的。这什么？哦。这个很漂亮哎，那这个是就是甜甜的东东，好喜欢这个罐子哎。这个价钱呢？哦，原来这价钱是一样的吗？10块钱。巧克力。哦，这里有不同的巧克力蛙，这个是12块，这个是20块。哦，这个是铁盒，这个是纸盒，
可可爱爱的东西。We all have our reasons why we are on this track. Oh, we all have our burdens, yeah, but we just keep on fighting that we never look back.Hold it on, even if we fall, we will rise up and we follow the